嗨，您现在正在收听2019年南半球最火的华语电影节目《大话说电影》，我是主播老张，我是主播包子，很高兴在第98期节目继续跟大家讨论电影。这是我们向100期的步步逼近啊！对，估计我们群里面的朋友们也有很多已经是迫不及待了。我们上周讨论的片子呢是《狮子王》，现在看这个《狮子王》的票房反应啊，估计应该是让迪士尼非常开心吧？嗯。狮子王呢？如果是相比1994年的狮子王的话，估计这个1994年当初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票房啊。现在看当时的票房收入，全球是将近10亿啊。嗯，但是这个数字应该对我们新版的狮子王来说不算什么挑战啊。第一周的票房呢，现在看全球的收入就已经达到了6亿，$595 million啊，这是全球。在北美呢，它的收入是2.4亿美元，其他国家加在一起呢，全球是3.5亿美元。这个数字呢，包括我们中国大陆地区的收入是将近1亿美元。我记得是大概是这个周末一过，就有朋友在我们微信群里面分享了一个小图片，就是说，狮子王新版狮子王的这个票房收入呢，在中国已经达到了5亿人民币。嗯。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数字呢，其实就是刚过完这个周末之后呢，中国的这个票房数字。嗯，其实相比之下，我还是对94年的这个票房非常惊讶，因为要知道，在这个94年的这个环境下面，大家会去电影院看动画片，其实人数是不多的。嗯，然后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就是全世界差不多1000 million。真的是很难让人相信啊。嗯，票房10亿。你想一想，这毕竟是就是直接是一个就是票房的数字嘛，它并没有加入这么多年的通货膨胀啊这些东西。嗯，不过你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想，1994年的时候呢，中国大陆的票房当时在全球电影票房来说还不是一个主流，所以说当时呢，狮子王打进中国大陆也是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就是心里还记得当初的那么一个盛况吧。嗯，所以说估计给这个全球将近10亿的这个票房收入当时也贡献了不少，不过现在我们是没有数字了。 OK， 那么进入这期节目的主题，那么这周我们要聊的呢是 San Diego Comic Con， 是圣地亚哥的动漫节。那为什么我们要聊这个呢？其实大家觉得好像是动漫节跟电影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其实这几十年来呢，这个动漫节是反而是跟动漫没有很大关系，反而跟电影是有很大关系的了。因为很多电影的这个公布啊什么的都会在这个动漫节上面举行，包括我们最关注的这个漫威电影世界后面的第四阶段会怎么样发展，也是在这一期的 San Diego Comic Con 上面发布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这个。上周我们就是讨论电影新闻的时候呢，其实是讨论几条电影新闻的。其实有一些电影新闻呢，也是从这个圣地亚哥动漫节出来的。当时我们说完了之后呢，本来以为就是心里并没有真的拿这个动漫节的新闻当回事儿啊。然后一转身，我估计他这个新闻呢，应该是就是周末的时候我们录节目的时候发布的。转过身来的时候，就忽然之间眼前就咚咚咚咚咚，这些关于电影的新闻就都出现了。所以说老张跟 boss 呢，像就简单。就是怎么说呢，握了一下手，认为这个电影事件呢其实是更值得讨论，所以今天我们走一下这个。不是特别了解圣地亚哥动漫节的朋友呢，就是像老张刚才提到的，这个动漫节呢应该是1970年左右的时候开始的吧。最开始的时候呢，确实也是关于讨论就是美国的这个漫画书的这些东西的内容。但是近年来呢，就是这个动漫节包括的东西放宽了，所以说很多关于娱乐性的东西啊，包括一些动画片啊，一些电影啊，特别是跟漫画有关系的电影啊，都跑到这个电影节上面去，就是展出他们的预告片啊，或者是跟影迷们进行亲切讨论呢。所以说现在这个动漫节呢，已经变成了很多影迷非常关注的一个事件了。嗯，这个动漫节呢，就是在漫威呢历来在这个动漫节上面都是有一个展出参与的。从2008年的钢铁侠那个电影开始，他们一直都是用这个 H 展厅啊，所以说今年也是在 H 展厅呢，发布了一个非常惊人的信息，就是说第四阶段呢，一直以来他们的电影呢都是
比较遮遮掩掩不公布的，那么在今年的动漫节呢，就突然之间一次性的把它全部都抖开了。这个抖开呢，还是由就是漫威的老板 Kevin Feige 做的，所以说这个事情呢，确实也是非常非常的博眼球哈。嗯，其实当中有几年的话他们是没有参与这个动漫节的，因为迪士尼现在自己也搞了一个叫 D23 的一个这样一个节日，所以就是说他们迪士尼自己的东西都很多都会放在这个上面去展现，因为到底是自己做的节日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次动漫节他来参加，首先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在复联四之后大家都很关注这个漫威的宇宙会向什么样一个方向去走啊。第二点是也是因为就是今年好像索尼和 DC 全部都没有参加这个动漫展，所以他觉得就是说现在回来参加这个东西的话可以大占这个新闻的风头，所以就又回来参加这个了。但是我相信在接下来的那个 D23 的那个迪士尼的那个展上面嘛，他们还会公布更多的消息。我觉得他们还是留一手给自己的这个动漫展，不是放全部把新信息放在别人的那个动漫展上。我相信其实这个事件过来了之后呢，大家对他们的就是迪士尼自己的新闻发布其实会更有兴趣，因为他们毕竟现在就是公布了第四阶段的所有的这些媒体需要发布的媒体，包括电影和一些即将出现在迪士尼自己主流平台上的电视剧。那么这些制作的计划全部都公布出来了之后呢，大家其实现在已经都非常火热的开始讨论关于这些电影啊、这些电视剧啊、他们的定位啊、他们的内容啊、里面的坏人将会是谁啊，这些东西已经勾起大家的兴趣了。所以说将来的新闻发布呢，就是大家对它的关注度绝对不会越来越低就是了。接着的话可能就有那个电影预告片啊什么的就可以出来了。这个我觉得有点像那个暴雪公司啊，就是说他会去参加别人的这些游戏展，但基本上他每年都有一个自己的暴雪展，然后这种像魔兽世界啊什么这种大新闻的话都会留在自己的这个暴雪展上面发布。我看了就是漫威的这一段他们自己的新闻发布会的这一个部分，然后当时我觉得很明显的感觉就是他们不愧是搞电影的，就是说他们这个新闻发布会的这个电影就是内容发布的这个节奏啊什么的真的是都是控制的非常非常好。从最开始的时候是挑一个从大家都听说了但是这个分量不是很大的东西开始，然后按照时间线一步一步往后说，然后再说到前面来，说到最后最就是怎么说呢，大家最容易马上就可以看得到的电影，然后最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最后收尾的一个画龙点睛的过程，就整个这个环节其实也都是设计的非常精良的。最后加彩蛋是吧，就意思就是必然有彩蛋。那我们看一看这个第四阶段到底有什么东西啊。首先是按时间顺序来看，2020年就是明年5月1号的话，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电影呢将是黑寡妇。那之后在秋天将会有一个电视剧系列出现，就是 Falcon 和这个 Winter Soldier， 这两个人呢就是不拍电影跑去拍电视剧去了。2020年的11月6号呢将会有一个永恒族，这是 The Eternals， 这是我们大家都已经就是疯传很久了的，就是第四阶段和以后可能会用这个电影来做龙骨的这么一个电影。2011年呢，在2月12号，就是情人节之前两天哈，将会出现上汽啊，这是我们就是华裔的这个超级英雄啊。然后春季呢，将会有一个就是 Wanda Vision， 这是猩红女巫的个人系列，是一个电视剧系列。5月7号呢，发布是奇异博士平行宇宙的疯狂，这是叫什么 Multiverse Madness。然后呢春季的时候有一个电视剧系列是 Loki 的电视剧系列，就是他拿了那个宇宙魔方就消失了之后的事情。夏季呢有一个动画片的系列，现在看叫做 What If。 然后秋季的时候呢有一个关于鹰眼的个人故事系列，在2011年11月5号的时候有一个雷神4，是 Love and Thunder， 这个名字就非常非常的摇滚啊。老张，你看了这个单子的话，你总体有什么感觉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单子出来的话，其实大家没有什么惊讶点的，因为就是说这些东西我们之前都已经知道，在漫威在已经开始做的了。
所以只是只是可以给我们更确定的一个时间线吧，就是就什么先出什么后出什么的。所以的话其实我们知道还有什么像那个银河护卫队三啊什么的，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在准备中，但是看来这不是在就是第四阶段或者在接下来的这两年里面会出来，反而是雷神四的话会在那个银河护卫队三之前出，这个是我倒没有想到的。这是确实是因为本来以为雷神不是加入了银河护卫队吗，突然之间他自己跑出来出了一个电影，这是挺奇怪的啊。我看这个单子我有另外一个感觉，就是说其实他们现在呢就是从打造电影作为一个主流动作的节奏呢变成了一半电影一半电视剧。你看他现在这个单子上一共有十个内容，其中呢只有五部电影，然后这五部电影呢其实还包括一些我们大家不是特别就是不是特别热点的这些电影啊，比如说永恒族啊或者是上汽啊，但是有五部电视剧，这五部电视剧呢基本上都是跟着我们已经熟悉了的就是漫威电影宇宙中的人物来的。那么是不是证明就是迪士尼其实现在为了打造他自己的这个媒体平台而做了很大的努力，这个努力也已经渗透到漫威世界里面了呢？而且就是跟以往的电视剧不同的话，这个是就是跟电影全部是有关系的。所以就是有点你必看不可的这种感觉。以前的像什么什么 Agents of Shields 那个还有什么像Daredevil 那些东西的话，就是可看可不看的，因为就不影响到你看电影的那些。但是这个就你突然之间觉得好像我必须要装那个 Disney Plus 然后看这些电视剧了，不然的话电影可能会跟不上的，有这种节奏。我现在确实是这么觉得的，因为有可能他们这些电视剧的故事啊都是一些复线分支的故事，但是因为这些人物呢完全这些演员呢其实都是就是一二三阶段过来的这些怎么说的正版演员嘛，对吧？所以现在感觉他这个故事也是就是他这个电影宇宙中的一部分，所以说对于就是喜欢漫威的影迷来说呢，不看这些剧我估计可能是真的是非常难以忍受啊。而且他特别提到就像 WandaVision 那个 Wanda，他会就是他的这个故事线会直接带到那个奇异博士下一部电影里面，所以你看他是春季上的那个电视剧，然后到五月七号就那个电影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肯定有很多朋友就感觉必须要在这个电影出来之前把这个电视剧给追完嘛。电视剧的内容是也确实不少，因为相对来说呢一个电视剧的话它的这个屏幕时间指定是比电影要长，而且如果你看电视剧的话这个成本呢指定是会比电影低，因为一部电影的钱呢我估计就可以签一年的这个电视剧的这个网络时间了吧。应该好像是还没有那么高哈，但是看电视剧跟看电影之间，老张你现在应该比较纠结了吧，因为你一向都是不怎么追剧的。对，而且就是说实在的话我觉得这些人物还不是特别强烈的人物，所以就是说看电视剧的话对我来说吸引力还是没有那么大。而且电视剧的话它毕竟因为它分多集嘛，所以说它这一个故事构架的话通常都会因为它时间指定是会比电影长，所以说首先这个起伏呢指定不会像电影那么精炼，第二呢就是说它很难没有那些冲天时间的这些内容出现，所以说看电视剧的时候心里头还是有点惴惴的啊。我们先看看这些电影嘛，说说这些电影嘛。2020年5月1号的话，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黑寡妇》这个片子呢，也是被很多影迷讨论了很久的，也是被一些这边父权这些人物啊挺了很久的这么个片子。在国际劳动节的这个日子上发布嘛。老张你对这个片子有什么期待吗？所以说为什么要在这个劳动节发布呢？他又不是劳模姐是吧，他是那个黑寡妇嘛是吧。所以应该是在情人节发布吗？应该是吧。这部片子其实我觉得它的对我来说它的意义真的很不大，就说这部片子一直就是那些要说哎呀那么多男人的电影出了，为什么漫威还不出一部女人的电影啊什么的，然后他们就才开始做这个黑寡妇的。但等开始做的时候惊奇队长也开始做了，所以他也没有拿到就是第一部女性的超级英雄的电影这个称号。
第二点来说的话，它如果是完全是为了这个女性观众去做这个东西的话，这个意义又薄弱了很多。再者的话，就是这个角色我们都知道啊，这不算剧透了，已经那么多时间了，这个角色已经死掉了，挂了，对。对啊，然后你现在做这个，虽然说是前传，我们也不是很确定是什么时间段的前传，但这个不管怎么样的话，它不是帮助这个故事往后走的，所以这个故事的存在是不是有很大的意义？真的是，我觉得它也许不会帮助后面那些电影的推动吧。它应该不会帮助后面的电影推动，因为它再怎么发生也指定是在我们终局之战之前发生的。有一些，因为它在这个漫威电影展上呢，还是发布了一小段这个花絮，算是预告片一样的这个花絮吧。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后来的内容和前面的内容都有出现。它有关注关于黑寡妇成长被训练过程中这些东西，但我估计呢，比较聪明的做法，就其实还是以回忆啊，或者是以就是片段方式去提及这些东西，它还是要给你一个新的故事线，让你觉得有些什么事情在这个电影里面需要发生一些事情嘛。有没有讨论关于布达佩斯的事情呢？不知道了，现在有没有鹰眼都不知道，是不是？对，现在并没有，就是并没有，就是演员单子上并没有承认存在鹰眼。对，但是这个片子呢，确实是让很多就是这个就是支持父权的这些人物感到很兴奋啊。就连这个Scarlett Johansson 自己在片子之后呢，也就是给这个采访平台呢发布了一些就是一些发言嘛，就基本上就是说漫威将来的这个电影方向和未来呢，其实是在女性电影身上。因为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只看到一部女性电影嘛，就是惊奇队长。但这个惊奇队长呢，就是大家其实对她都不是特别挺，即使是漫威自己已经非常挺她了，因为她就在终局之战之前嘛，最近已经用终局之战给她挺了很强了。但是这个惊奇队长，因为我们之前对这个人物本身呢没有任何投入，所以说对这个片子呢反应还是不温不火的。那么黑寡妇呢，作为原版复联成员中唯一的一名女性，她呢其实应该一直都是比较有人气的。漫威对这个人物呢，其实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挺，就是这个作为一个没有任何超能力，没有任何就是增强能力的，也就是怎么说，一切都靠两把小手枪和手腕子上一点点就是小电器啊，就靠这点东西能跟所有其他的复联成员混在一起，而且还不是属于像鹰眼那样经常被推到第二线之后然后藏起来需要时候出现一下，他是经常在第一线上拼搏，所以说觉得对这个人物也已经挺得很厉害了，就要把这个人物吃到最后，有什么潜力全部都发掘出来。这是漫威很明显要扑面而来的一个味道。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黑寡妇的那些打斗场景一直我就觉得很好看，包括那个钢铁侠二他刚刚出来的时候那一段打斗，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看那个 John Wick 系列啊，对吧，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 John Wick 是抄了他里面很多东西，这种近身搏斗啊什么那些啊，对，我觉得是有，就是说就在这个之前我们并没有看到那么多的这种近身搏斗的这些电影啊什么的，就有枪有那个近身搏斗这些东西，所以从John Wick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感觉到他有一种熟悉感，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漫威的宇宙中看到过黑寡妇就是经常是用这种手段的。其实你仔细想的话，他的那些搏斗啊，包括那个剪刀脚把人家给就绊倒这些东西动作的话，都要比那种什么雷神啊绿巨人啊那些动作的话要更难拍。因为我们就想那个复联一里面雷神和绿巨人打那些动作都是很简单的，就是你一拳我一脚这样的。对，完全是靠强度。对对对，然后黑寡妇的话它都是一系列的动作，就是就需要一个镜头里面包括很多一系列的动作要做完什么的，其实都是比较高难度的，所以我还是挺喜欢看他的打斗戏的。那这个片子出来之后呢，我估计他的打斗戏也绝对不会少。而且作为就是我们整个他这个第四阶段的第一部电影，现在也知道他是唯一一部就是前传类似的电影吧。但是很遗憾，就是说其实这片子并不真的应该算是第四阶段的内容，因为它仍然是讲的是终局之战之前的事，其实还算是第三阶段里面的电影。那也不能这么说啊，你那个惊奇队长的话说的也是就是以前的事啊，并不是那个时代的事啊。
OK， 那这片子我估计你对这个片子的票房你期待吗？你觉得这个片子其实应该是会超过惊奇队长吗？估计够呛，因为惊奇队长的话它后面有个很大的炒作和操纵在那边，这个片子的话就没有这么大的一个话题了，而且它还是一个旧的人物嘛。但是现在票房这个东西真的很难说，漫威的话基本上每部片子都有一个爆票房的这个可能性吧。这片子呢其实现在看阵容也是非常强的，其实啊包括一位老牌演员Ray Winston，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另外呢 Rachel Weisz 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演员，David Harbour 呢最近大家也很熟悉，他在这个惊奇物语里面演这个警察，而且还演了这个Hellboy 对吧，地狱男爵。所以这个片子呢从就是演员阵容上来说呢，在第四阶段开始这个部分呢应该算是比较强了。因为我们要说下面这个片子呢就是2020年11月6号，这隔的时间也比较久哈，一下子这就中间差了6个月啊。下一部电影呢应该是永恒族的 Eternals， 这个片子呢基本上就是演员阵容呢比较水哈。有没有这感觉，就大家都是不认识的面孔。Angelina Jolie 不认识吗？ Summer Hayek 不认识吗？ Summer Hayek 我是认识的，可是我对这个 Summer Hayek 我就从来没觉得他会演出什么我会喜欢看的片子来。至于 Angelina Jolie 的话，这个大家其实都是熟悉的了，但是最近这些年他到底有什么就是演技性的或者是就是让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片子呢，我就是还真是一时找不到。我记得上次还能够记得住的话，就是他演迪士尼一个就是睡美人里边那个坏人嘛。啊，那部电影的续集也快出了。嗯，对，嗯，他自己好像是参与了很多关于就是自己去导演电影啊什么的，但这个片子做出来之后好像也都是不温不火的，就是出来之后就消失了。所以说这次漫威很聪明的没有请他当导演哈。但是我觉得这个片子他不适合他导演的这种风格吧。他导演的片子不是这种商业片。永恒族呢现在看他的导演呢叫做Chloe Zhao， 这是一位亚裔的女性导演。那么跟黑寡妇这两个片子放在一起呢，其实就2020年我们第四阶段最开始的两部电影都是女性导演做掌旗的，就是感觉好像漫威现在对这个女性确实也是非常侧重啊。嗯，片子里面呢就是包括很多其他的新面孔，我们熟悉的面孔的现在知道的就是刚才提及的这个 Angelina Jolie 和 Selma Hayek。 永恒族呢应该是我们以前稍微提及过的漫画系列，就是老张你已经说过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小众的漫画系列对吧。对，这个其实就让我想起了那个银河护卫队，其实在那个电影出来的之前其实大家对它的认识度也是非常非常小的，然后那些演员也是，就是大家都不觉得是什么大牌演员啊什么那些，所以这部电影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时候我就特别觉得相似于那个时候要聊那个银河护卫队一样，就是啊觉得演员阵容好像名字都有听说过但也好像不是特别熟悉，然后这些角色的话也都是就是不是特别熟悉，但是漫威能不能再一次创造奇迹，把这样一个小众的一个这板块的这个漫画把它变成大众化吗？这个就值得期待了。其实对这部电影最期待的还是之前我们有好像说过，就是好像 Keanu Reeves 要说要加入这个电影，然后也是谈了很久，基本上已经是确定的了，但是这次这个发布会上面没有他的名字出现，他人也没有出现，所以我不知道他是要保留这个惊喜到那个D23 的那个动漫展呢，还是可能就是 Keanu Reeves 跟漫威谈的根本就不是这部电影，所以现在也暂时不确定，但是我还是挺希望可以看到 Keanu Reeves 在这个漫威的宇宙中出现的吧。我觉得漫威还有另外一点要提及，就是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就是说即使是 Keanu Reeves 在这个电影里面出现，他有可能就是从头开始不告诉你，因为漫威在他们这个电影啊就是总体来说这个保密性还是非常非常强的，而且他在这个电影里面呢毕竟还是要给你留下一些惊喜的时刻啊什么的，所以说这些东西他做的其实都蛮好。那么这个永恒族这个漫画本身内容系列我们还要讨论一下嘛，就是说大家其实对这个漫画故事系列都有足够的了解去喜欢这个片子嘛。我觉得比较复现的这些漫画出现一次奇迹已经很不容易了，出现两次奇迹的话真的是挺难的。
我觉得不用去多聊，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大家都不熟，说了半天的话大家也可能摸不到头脑，而且最有可能的就是他的电影和他的漫画其实会有很大的变化的。就像那个银河护卫队第一部电影出来的时候，他的阵容其实是跟最早的银河护卫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那现后来那个漫画的话也是跟着电影去改的，所以这个他以前的这些故事去多聊也没有太大意思。但有一点呢，就是这个永恒族我们一直以为是在就是遥远太空中的这些故事，而且我们就认定好像这个漫威以后的方向都是在宇宙中的嘛。但这个电影说他介绍好像是说这些永恒族其实一直活在地球上，一直在就是混在我们的人群中，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哦，那要这样的话，是不是又出现了那种，就是说啊，那这当初就是复联一纽约大动乱的时候，他们都跑到哪里去了啊？或者是，就是Thanos 灭霸冲来攻击地球的时候，这些人都跑到哪里去了啊？这种问题就会出现呢？我觉得这个电影宇宙铺的越来越大，人物越来越多的话，以后这中间难免会出现一些逻辑性的问题，就是没有办法解答的嘛。对啊，所以就是电影的时间线还是要往前走，往后走的话它就要补救太多东西，要解释太多东西啊。但是你说的也是挺有道理，就是因为大家没有对这个片就是对这个漫画系列有很多了解，所以说大家对这个东西呢就是没有什么期待，你怎么改都行，不像我们现在看到蜘蛛侠里面就是好像是某一个都算不上什么大人物嘛，但是他这个人物设定一旦变化的话，就有很多人就是觉得有点不舒服，接受不了啊。永恒族的话，我估计他怎么写都无所谓。我觉得蜘蛛侠他改编让我最不舒服的就是他把他作为一个钢铁侠的，像他儿子一样，就我要做小钢铁侠，就是不是我要做蜘蛛侠，我要做小钢铁侠。包括第一集里面钢铁侠把他衣服拿掉以后，他自己穿上就是自己最早的蜘蛛侠的衣服，用自己的能力去打敌人，这是一个很好的结尾。没想到在第二集里面他被敌人打败了以后不知所措，还是要求救 Happy， 然后去做了一身像钢铁侠一样的衣服，就是还是又回到了就是一开始钢铁侠不想让他就是依靠衣服的这样一个情况下，你知道吗？这是我觉得就是我特别不喜欢的一点。OK， 那么这个永恒族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也并不是特别遥远。我现在突然发现一个事情，就是说，如果是电视剧的话，它有一个好处，因为它拖的时间呢，其实比这个电影要长。因为你电影的话，进电影院的话，看一个周末就看完了。那么这个电视剧呢，不知道它是不是会像就是网飞一样，突然之间十几集就一下子扔出来。如果是不是这样的话，就是像夹在五月份和十一月份中间的这个 Falcon 和 Winter Soldier 这个系列呀、啊，有可能看两个月、三个月都说不定啊。这我们以前已经说过，就现在很多的话还是按照以往的这种电视剧的发布方式，就一集一集来。这样的话，它的人气会越炒越高。如果它一下子全部放出来的话，就是第一周大家会炒这个话题，再过两周以后的话，就没人再说这个话题了。而且它如果是一集一集放出来的话，对它这个就整个这个平台上面的节目的本身有好处，因为现在很难想象迪士尼自己的平台上面，就是如果它全部都是自己的原创媒体的话，那么它的节目必然不会特别多。它当然还会有别的那种东西了，它包括那些福克斯的东西都是算它的嘛。对哈，对，所以说老的 X-Men 电影在上面都可以看得到啊。那么就是你对这个电视剧完全没有任何感觉吗 ？Falcon 和 Winter Soldiers， 这个 Falcon 可是拿着盾牌的哦。对，这个就有一点肯定了，好像就是当初他拿到盾牌的时候，大家还不确定他要变新的美国队长，还是就是他还是 Falcon 拿着这个盾牌。但是从现在这个消息里面，我们听说他好像有自己的一身新的美国队长的衣服，已经开始在试装了嘛。所以就是挺反感的，我不想让他变成新的美国队长。但从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啊，他还是叫 The Falcon and Winter Soldier， 所以我还是希望他是通过这个电视剧，他是怎么认定自己可能还是做不了美国队长，还是做 Falcon 好这样一个过程，那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做美国队长肯定压力很大嘛，你要跟之前的美国队长做对比啊什么的，大家对他的不认可啊什么的，他最后还是觉得我还是做 Falcon 吧。
但是你看在漫画里面这个 Falcon 和就是冬兵啊，其实他们两个人都拿起过盾牌当过美国队长，所以说我觉得把他们两个放在一个电视剧系列里面，让他们两个人变成朋友，然后让他们两个人相互之间互相帮助，然后起这个团队凝聚的这个作用，我觉得这个角度还是蛮有意思的。嗯嗯，其实我就不喜欢这种漫画里面就是谁谁谁变成了新的谁谁谁这种设定，其实特别没有意思。嗯，因为就是说你如果真的真的就是这个人物好的话，你就把它自己做成一个新的一个英雄嘛，就是一个新的 IP 嘛，你不要去老是就像现在做电影一样，一定要有一个黑人版的什么什么什么，女人版的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完全没有意思。包括这个重拍这个狮子王也是，如果你有破色的话，用这个技巧去拍一部新的电影嘛，你可以拍一部完全不一样的，不要老是来炒这些就是已经有的这个 IP 或者已经有的这个角色。嗯嗯嗯，特别是像美队啊，或者前任版的狮子王啊，大家其实都还深爱着呢。对，就是你如果问别人蝙蝠侠是谁，是大家都会说这蝙蝠侠是那个 Bruce Wayne 是吧？但是后来的话又出来什么蝙蝠侠什么什么Beyond， 蝙蝠侠 Beyond， 然后出来一个小男孩什么的，这些人物都是没人知道的，没人认定的。嗯，对不对？你像就像美国队长，你说是谁的话，大家都说是 Steve Rogers。你问钢铁侠是谁的话，都是 Tony Stark。你不要突然又出来一个什么黑人版的这个，女人版的那个，这些人物都没有人知道的，没有人认定的。嗯，就像007，永远大家觉得就是 James Bond。你不要说什么，现在007的那个称号也要交给那个一个黑人女人了嘛？就是那个惊奇队长的朋友，那个女人要演什么？就是新版的007啊什么的，就觉得这个就没有意思了。你就给他一个新的称号不就得了吗？干嘛一定要把007这个称号给他？就是你让他去当008嘛，对不对？有那么多数字呢。008也有了，008不是香槟吗？好吧。嗯。OK， 我觉得这个你这个担心呢，指定是大家其实都是心里有数了。但是迪士尼现在呢，我估计给漫威也相对来说给他很大的压力。那么作为漫威来说呢，自己也是并不拒绝的往这个政治正确这个方向上去靠。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他就是非常希望能够在什么就是多元化的这个人物啊，就是女权平等方面啊，就是做出一些努力，让大家也都知道他其实是冲在这个政治正确的最前线的。包括我们下面要看到的这个片子呢，应该是2021年的第一部片子啊，是2月12号上映的，这个片子叫做《上汽》，这也是最近比较说的比较火、比较博眼球的这么一个电影吧。上汽这个片子呢，其实就是希望给我们亚洲人一个机会嘛，在电影里面，他这个英雄人物呢，其实是一位中国人，对吧？这个漫画呢，自从就是这个消息出来了之后，就被整个这个网络上的这个影迷朋友们，就是国内的影迷朋友们骂。国外的各种影迷呢，感觉还并没有真的是意识到，就是中间存在这么大一个就是喜好差异和这个就是大家对这个东西看法的就是完全不同的这么个方向。老张，你在我们这个角度上，就是既了解国内呢，也能听到一些国外的声音，你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就是对大家现在对国内就说这个片子有点就是有什么辱华呀之类的东西，你是什么看法？因为这个漫画还是按照很老的这个漫威，就是可能是在50-60年代的那个时代下面做的这些背景的东西嘛。就那个时候的话，他们对亚洲这些东西都是还是挺反的嘛，所以用这种满大人啊、Fu Manchu 啊这些东西都出来的时候，他们其实把亚洲人是非常丑化性的。然后这个上汽呢，就是这个Fu Manchu 的孩子嘛，是，所以就是说就是做的特别的各色。其实这个名字就很各色，上汽就是你可以完全就是明白，就这外国人对中国文化一点都不了解。他们就随便起了个名字，觉得哎呀，这个名字好像挺亚洲化的，但对我们中国人自己叫起来，这个名字像屎一样，就比较土呗。对啊，这什么名字，一点都不酷炫是吧？人家钢铁侠、黑寡妇，你出来一个上汽是什么东西？而且我就觉得，如果这个 IP 本来就是很老的，对大家来说没有很大的一个感情化的东西，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个 IP 呢？你为什么不能重新做一个新的亚洲的这个超级英雄的这样一个设定呢？为什么一定要去做这个就那么有争议的这样的一个 IP 呢？就没有意思啊，对不对？
首先呢，你觉得如果是说名字土的话，到底是上汽土还是春丽土？那我觉得上汽土啊，绝对还是上汽土啊。我觉得这个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名字呀，确实也是不是特别了解。你像就是花木兰里面的那些人物的名字啊，其实也都是非常非常土，就是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一些就是民族文化的这些就是文化指导啊这些东西来指点指点他们。但是说回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说这个上汽这个漫画，就是说它是1970年代的时候做出来的这么一个漫画。嗯，你可以想象当时呢，美国跟苏联呢还是在冷战阶段，中国呢当时还是在一个文化闭锁的环境里面，就是说其实我们还正在走过这个什么什么，就是文革啊什么这些阶段呢。所以说你可以理解当时这个漫画创作的时间呢，就是西方人呢对我们中国的东西呢不是特别了解，或者对我们中国当时中国的状态呢也不是特别光彩。所以说大家呢就是在西方人在创造漫画的时候，就是他就是按照自己的想象来怎么说怎么做，就是当时是有他当时的历史理解背景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并没有真的就有这个必要去拿这个当初漫画里面这个人物是有多么多么的政治不正确，而且就是来对比今天的这个大环境。就好像美国队长最开始的创作出来的时候，应该是在二战左右的时候，当时他就是一个非常，他把美国队旗，就美国国旗穿在身上，嗯，就这个人物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美国主义的这么一个人物角色。但我们今天在看的时候，经过漫威的再创作，对今天的文化大环境的这么一个重新的融合这个举动，我们在看到美队人物出现在屏幕上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觉得特别在文化上不舒服嘛。但美国队长啊，钢铁侠这他本来他有他的商业价值，因为从80年代我们就玩游戏啊什么的，里面都有这些人物，他的很多的这种商业商品啊什么都有这些人物在，所以他一直有这个东西。上汽是一个没有任何商业价值的一个东西，没有人看过这个东西，就他有漫画的话，他一个月出可能都连2000本都卖不出去。嗯，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没有人知道的这个节目每个月的收听量都比他这个漫画卖的要多，就是知道我们节目的人都比知道这个漫画的人要多。你说这个东西它值什么钱？如果不是说这个人物现在就是要拍电影了，然后有那么多新闻去炒作的话，你真的你去查上汽你什么东西都查不到。嗯嗯，就是他连那个什么 Iron Fist 都不如，在漫画里面没有人认识这个人的。 Iron Fist 至少还有很多人知道这个东西，因为他参加过 Defender 什么的，经常是会在这种漫画是那种大事件里面还是会有出现的。上汽这种人物没有人知道的，你去炒他干什么？你为什么不按照中国现在的这种文化方向去做一个新的英雄，对不对？做个像叶问一样的这种英雄是吧？这个 Ip Man 比这个什么 Shang-Chi 要听上去要强多了。真的吗？人家是 IP 人啊，IP 侠啊，怎么说？我在这里面我有几个不同的看法啊。首先就是说，有一些朋友呢说这个电影的辱华，我们中国大陆的热度呢是从辱华这个角度上炒起来的。我觉得很多时候呢，就是说有些朋友真的是比较执着啊，或者这个愤怒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好像就是从一个老漫画人物形象的创造，感觉好像是这个人物呢看起来像清朝人，梳个小辫子啊什么的。但我想说的就是说，当时这个70年代的时候创作漫画的时候，他可能随便拿了一个就是模板化的人物形象来借用。那么今天在做电影的时候呢，估计是不会再借用这个形象了，这个形象指定是会就是与时俱进的向前发展。第二呢，就是即使是当时创作这个人物呢是比较邪恶的，让大家看起来很不舒服，在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上汽的电影里面，他也必然是一个反角，一个坏人的形象出现。那么在这个电影里面呢，有就是华裔的好人，有华裔的坏人，最后的华裔的好人呢把坏人打倒。像上汽在漫画里面不是大义灭亲把这个就是什么傅满洲给干掉了吗？所以说就是这个动作本身呢也是非常充满正能量，积极向上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抓住他说辱华呢也确实是说的有点远。另外呢，就是漫威电影世界到现在为止呢，它都是集中在已经有的漫画作品的，就是它并没有真的去创造什么新的人物。包括我们上次看，就以前看到的像什么银河护卫队啊，包括我们就是在这上期之前这个电影《永恒族》啊，也都是几乎是没有人知道的漫画。其实有这些负面的语言出来的话，也只能说这个东西它的发布没有做好。说实在的，包括这个主演这个加拿大籍的这个刘思慕啊，是吧？
他也在那边说，我们这个不是代表中国人的，我们这个是代表就是在海外的华裔什么的。我就想，我不需要你代表，你这话说的很没有意思。你海外华裔的话还是很小的一部分人，你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一个市场你要得罪，你是吧？你这话就说的很没有意思嘛。而且的话，就是反华这个东西，其实你知道，漫威其实不是那么在乎，因为你那个钢铁侠三的话，那个对啊，那个满大人出来的时候，他本来就是一个就是挺辱华的一个这么样一个角色嘛。但是钢铁侠三的话，中国不是还帮着一块做的嘛？还有那特供版的，有什么范冰冰啊什么在里面的，是不是？而且在国内的票房也是卖的特别好。所以大家都是嘴上面说反华，但是电影出来的时候还不是照样去看的吗？所以因为有以前大家这么做，所以现在漫威不听我们的话，那我们就只能做这些东西，你们爱看不看的，是不是？嗯，到时候我们还是放你电影院里面去，还是有很多人就会去看。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多谈也没意思。而且梁朝伟也不是第一次演那个反派角色了，是吧？在色戒里面也是演一个那个卖国贼嘛，是吧？嗯，反而是汤唯被封杀了，是吧？他一点事儿都没有。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惊讶的。其实就是你这个艺术创作的东西嘛，就是影视剧作品嘛，里边自然是会有坏人的嘛。这个演出坏人并不等于这个人本身是坏人，也并不等于这个演员就投靠了黑暗的方面嘛。这个东西我们是要有正确理解的啊。我觉得还是等电影出来再看一下吧，是不是？对对对对对，说不定就是说还是有很大变化的嘛。嗯嗯，而且上汽这个角色呢，就是说从现在从电影这个战略性的角度上来看呢，我觉得他其实应该是非常类似于像蚁人啊之类的电影，就是说他呢就是能够参加主流故事线中的一部分，但他不会成为主流故事线的推动性的东西，所以说有可能也只不过只是外围的花絮上面的东西。嗯，这是我现在的感觉。所以说对上期这片子呢，我也不是特别在乎，也并不真的就是证明漫威的电影宇宙这偏了方向啊或怎么样的。嗯，没有必要去替他们太担心。那之后呢，就是到2021年的春季呢，还有这个 WandaVision， 就是蒋红女巫的自己的一个故事。然后这个电视剧呢，像你老张刚才点的，就是还是会走到下一部奇异博士的电影里面去。那奇异博士这个电影呢，大家感觉好像是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在意了。这个片子呢，也是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对奇异博士这个人物角色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吧。嗯，我觉得在复联四之后的话，对他反而不感兴趣了。可能在复联三的时候觉得哇，好牛逼啊，跟那个面霸可以基本上打个平手啊。但是在复联四的话，他就在那边管那个治水，我不打架，我只治水。嗯，然后关键时刻的时候还伸了一根手指头，对吧？然后钢铁侠就牺牲了。你多说一句话不行吗？伸个手指头，谁知道你是要干嘛呢？是吧？往天上飞呀、啊。嗯。那么看这个片子呢，其实导演呢是Scott Derrick， 他也是奇异博士一的导演，所以说这应该算是熟门熟路的导演这些人物。这个片子呢基本上还是奇异博士的原班人马回来，包括这个红女巫 Elizabeth Olsen 在里面也客串出现。我看这个介绍的时候呢，我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就是这个片子啊，本来我以为看就是奇异博士一的时候，我认为第二部里边应该用他当初那个大师兄做坏人。嗯，但是现在看这个电影的名字呢，因为它叫平行宇宙的疯狂嘛，好像就是说应该从他这个人物角度上去把平行宇宙这个概念整个展开，他如何想要使用平行宇宙的概念将会在这个电影里面出现。所以说感觉好像是突然之间这个电影的格局变得比以前大，就不会再就是拿他的大师兄来做这个做文章了。而且他大师兄这个人物呢，其实作为演员来说也不是一个无名之辈，但是在这个演员单子里面呢，公布的演员单子里面呢也没有出现。人家不是刀疤吗？首先这个导演不叫 Scott Derrick， 人家叫Scott Derrick Son， 是 Derrick 的儿子，好吧？好吧好吧。然后这个也没有说这个大师兄不参加，是不是？而且就是说大师兄不一定要是一个大 boss 啊。就像那个 Loki 在第一集雷神里面的话是一个坏人，但是在第二集雷神里面的话他还是有出现，但是他不是一个大 boss。 同样的道理，很多人觉得就是这一集里面可能是就是奇异博士教那个红女巫怎么控制他的那个魔法能力嘛，就可能是这样一条路线。但是如果这个故事是紧接着这个红女巫的自己的个人的电视剧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一个红女巫
变坏的这个过程，嗯，就有点像那个黑凤凰那个感觉。嗯，因为就是红女巫在这个就是在漫画故事里面，就是大家一直就是他最有名的就是他疯掉了以后，然后把 X-Men 全部都灭掉了嘛，就说了一句话，然后世界上所有的这些就是变种人全部都消失了嘛。嗯嗯，所以他可能在这个电影世界里面，因为失去了兄弟，失去了爱人，然后他可能已经开始已经神经兮兮的了，然后他可能就是开始走这个平行宇宙的路线，然后在平行宇宙中把他的兄弟给弄回来，或者把那个 Vision 弄回来。因为这他的电视剧的名字叫 Wanda Vision 嘛，就是 Wanda 和 Vision 两个人嘛。那 Vision 我们已经知道是死掉了嘛，所以如果要继续参加这个电视剧的话，肯定是有一些什么复活啊，或者是平行宇宙的东西出现。所以到了奇异博士的时候，可能红女巫是一个大 boss。嗯，并不是一个帮手，反而是个大 boss 也是有可能的。然后奇异博士就要在各个平行宇宙中把他创造的这些东西都给要关掉啊什么的，所以不一定是一个漫威世界平行宇宙的开始，可能是漫威世界的平行宇宙的一个结束，所以也是有可能的。漫威在解释这个电影的时候呢，同时也发布了一条其他比较有意思的新闻，他说这个片子呢其实是应该是在目前漫威电影宇宙里面的唯一一个以恐怖片为主题的电影，就是这个片子里面呢会有很多暗黑的关于死亡的关于就是比较恐怖的内容和屏幕视效出现。嗯，那么对于这个东西你怎么看？因为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漫威的所有东西呢都是 PG-13 的，就是都是一个非常家对家庭非常友好的，就是爸爸可以带着小孩去看的东西。那么突然之间出现了这么一句话，说这个奇异博士电影呢可能是恐怖片主题的东西，是不是会打乱目前漫威电影宇宙这些作品的节奏？完全不会。嗯，它肯定还是一个 PG-13 的一个片子，只是它有恐怖色彩而已。就像我们看新版蜘蛛侠的话，它里面其实也有很多恐怖色彩啊，而且那些东西做得非常好，我觉得。但是不代表他有这个东西的话，这个片子一定要就变成18+的了，没有这个必要啊。对，漫威到目前为止他们的电影这打斗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是不见血的嘛。还是比较干净的啊。那之后呢就是到了我们就是第四阶段的最后一个作品，就是雷神四。雷神四呢 Love and Thunder， 这个导演呢还是请是雷神三的导演回来 Taika Waititi， 这个大家一看到他出现的时候都非常非常兴奋，因为就是他把雷神搞得比较有趣比较搞笑嘛。演员呢也是就是目前为止我们比较熟悉的搭档是锤哥回来，然后 Tessa Thompson 呢在这里面又回来，然后呢在这个发布会上呢提了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 Natalie Portman 也回来了。这个老张你应该是比较有态度吧对这个事情。因为 Natalie Portman 演完雷神二的时候，他就其实在媒体上面就是很大程度的在批评漫威嘛，就等于是已经撕逼了嘛。然后漫威这次再把他给找回来是不是有点，我觉得真他妈不值。对，我就觉得这两个人都是这样，就是拉出屎来往回做这个感觉啊。让 Natalie Portman 当时在就是败走漫威跟漫威决裂的时候，当时说了很多非常不讲情面的话，比如说像他们对女演员如何如何不好啊，然后就是说这个如果以后不是女导演拍的作品，我就坚决不会再去演了，或者是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工资方面如果是不平等的话，我绝对不会去演呐、啊，就说了很多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现在感觉好像也不是很久以前的东西啊，就是几年以前嘛。但是突然之间漫威都把他请回来，而且他自己会同意回来，是不是证明首先这个导演是女导演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他的片酬是不是会跟锤哥或其他人都是平等的呢？Taika Waititi 绝对不会是女性的，这我相信。片酬凭什么要平等？凭什么要平等？你能给这个片子带来多少钱？就是这么回事。他应该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彩蛋吧，就是大家一看到他回来的话，立刻对这个片子本身这个就讨论的热度就起来了。这个电影整个发布会结束了之后呢，讨论最热烈的电影在就是这个
圣地亚哥电影节上，就是讨论最热烈的电影其实就是黑寡妇和雷神四。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雷神四的话就是拿里波特曼回来了，而且当时在这个现场呢还有一个就是把锤子献给他，表示他会是下一个女雷神的这么一个情节发展嘛。嗯，对，女雷神这个事情你怎么看？她应该是漫画里面有的内容吗？对，漫画里面有，但是就是漫画里面有了以后，她基本上就自己的一条故事线了。如果你这个雷神四的话要是还是那个锤哥来做那个主演的话，那你就不适合做另外一条故事线然后再说这个女雷神的。嗯，你知道这个状况的话你放在一起的话就觉得有点累赘啊。嗯，这是首先一点。而且就是第二点的话，我觉得就是在电影里面的这个 Natalie Portman 的这个角色没有什么资格做女雷神吧。就是他比复联任何的成员要更有资格吗？就是 worthy 吗？就别人都拿不起这个锤子，凭什么那个 Jane Foster 可以拿起这个锤子？他有哪里高尚了？他哪里比其他这些复联成员高尚了？凭什么他可以拿得起锤子？为什么鹰眼拿不起锤子，他可以也拿得起锤子？鹰眼没有试着拿过锤子吧？我记得有啊，有啊，就是在那个开聚会的时候，鹰眼也曾经试图把这个锤子拿起来。啊、哦。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样，首先呢，因为她是个女生，所以说她就是一个小仙女，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她应该看起来至少比我们的这个鹰眼要纯洁一点，是吧？第二呢，确实像你说的雷神一雷神二里面她这个角色写得非常非常的水，对我们大家对这个人物角色呢没有任何感情，也并不觉得她有什么分量。那么在雷神四里面呢，如果要是说把她重新加回到这个故事线里面来的话，应该会给她很多新的内容，通过这些内容来证明她到底是不是 worthy， 是不是能够被这个锤子接受。我现在的问题呢，就是如果她不搞这个平行宇宙，或者像你刚才说这个奇异博士把这个平行宇宙这个概念已经终结了的话，那么她这个锤子是哪儿来的？难道不是因为这个锤子在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线里面被就是雷神的姐姐一爪子抓碎了，然后后来回去拿了一个平行宇宙的锤子回来，后来又被美队给还回去了吗？嗯，那么现在我们再看，就又出现了这么一个锤子，这个锤子还是方的，那这个锤子是哪儿来的？嗯，这就不知道了。而且我在想还有一点，就是可能更靠谱的并不是说他也变成了雷神，我觉得雷神可能只有一个。嗯，但是就是可能就是Chris Hemsworth 和那个 Jane Foster 两个人交换身体了，可能是 Loki 在做鬼、哦、对吧、哦、Loki 可能做了一个什么魔法，然后把他们两个人交换身体了，然后交换身体后其实 Natalie Portman 演的是 Chris Hemsworth 的角色嘛，所以他还是可以拿起锤子的，但他拿起锤子以后变身的话就变成了女雷神了嘛，可能是这么一个设定。我觉得这样的话还是比较合理的，就是这个电影里面还是只有一个雷神，而并不是有个男雷神一个女雷神再加上个女武神什么的，太他妈烦事儿了。我觉得那不就变成了就是开心麻花版的漫威电影了吗？有可能的铁拳了吗？就以前就好莱坞以前有很多这种啊Freaky Friday 什么的，就是一个小女孩跟她妈交换身体啊什么的，这种很多、啊、我觉得就是就我的感觉啊，就是 Natalie Portman 在这个电影里面呢应该不是主角，他应该仍然是一个复线花边性的人物，甚至是就是类似道具型的人物都说不定。他能够拿得起来锤子，很有可能是会像美队最终在终局之战四里面拿起来锤子那样，就是说前面经过很长时间的故事铺垫和雷神自己的挣扎，最后在电影快结束，会就是到这个大结局的时候，雷神就是因为各种原因体力不支，然后他在这个时候为了支持雷神，一下子把这个锤子拿起来变成女雷神，敲两锤子，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并不应该是把这个东西就是像偷就是怎么说呢，象征像火炬一样的传给他。另外一个片子叫做 Thor 是锤哥的名字，他并不是一个就是像 Captain 那样队长一样的是一个名头嘛，所以说这东西不应该是传到下一个人物去的。这雷神错就是错嘛。嗯，那就像你说的，就美国队长拿起锤子的话，他是有那么多年的铺垫在那边，我觉得那是值得的一刻。而且就是复联四刚刚完，然后你又让哎下面这个人也拿得起锤子，这个人也拿得起锤子，那就很没有意思了，你知道吗？嗯，所以我觉得按照这个导演的风格的话，他是拍喜剧的风格，所以我觉得让他们交换身体的话，其实并不是在这个导演的
范围之外的东西，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但是你想想，我这么想的话，就是感觉好像很多人都说啊，就是因为这个 Jane Foster 拿起了锤子，然后他身上就会出现这个装备啊，然后他就变成了女雷神。可是当初美国队长拿起锤子的时候，他并没有变身啊。他不用变身啊，就是如果你拿起锤子的话，就是 possess the power of Thor 嘛，他那个就是奥丁的那个在上面的咒语嘛，就是He shall be worthy will possess the power of Thor。 那你在那个复联四里面也看到美队的话，他是可以用那个雷电攻击的嘛，对不对？所以他不需但是盔甲和卖相并没有出现了，所以说当时就是觉得很不公平嘛，凭什么男生拿起这个锤子还穿着自己那身地球衣服，女生拿起这个锤子像 Jane Foster 拿起锤子的话，突然之间光光光头盔也出现了，头发也变长了，也变飘逸了。哎，这个我们现在不知道，漫画里面是这样，但电影里面不一定啊。哦，对、我们可以等到电影出来之后再说。另外呢，这个片子在发布会的时候呢，还有一个比较恶心的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就是当时这个采访的台上有人问，说泰莎·汤普森这个角色女武神嘛，说她现在已经变成了国王了，然后你下一个举动是什么，然后她立刻就跳出来说当然是要找一个皇后了，就是觉得好像是她现在变成了就是漫威电影宇宙里面就是女同性恋的就是扛旗的这么一个人物。哇，当时我看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非常不舒服，因为泰莎·汤普森自己一个人一直都是在拿这个事情来炒作自己。所以说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是对这个人物就是越来越烦越来越烦。对，我就觉得现在这种政治正确的他其实你说就是他们一说要为这种少数人物就是又在好莱坞有公平性嘛，有更多角色可以拿，但是他同性恋的角色也演，非同性恋的角色也演，这个算是一个公平吗？不公平啊。你如果就是要公平的话，OK， 那么以后同性恋只能用同性恋来演，变性人只能用变性人来演，包括我们之前聊过的那个黑寡妇姐不是要演一个就是变性人的一部电影，然后被人家给大骂了，然后她后来就不演了吗？那你 Tessa Thompson 你凭什么在那个叫什么黑衣人四里面 OK， 他那个定性我们不能说是完全确定吧，但在那个拳王的那个电影里面Creed 里面他演的是别人的老婆，是不是？那你为什么还要演就是非同性恋人的角色呢？是不是这个就不公平啊？就是行，他们拿我们的，不行我们拿他们的呗。就像 Big Bang Theory 里面那个肖顿的那个人是个同性恋啊，但他为什么可以演一个就是直男的角色呢？而且感觉现在就是把这种性取向作为一个电影宣传了，你知道吗？对，这东西就特别不对了。对，就是这个东西呢，正常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但不应该把它拿出来卖钱，对吧？就不纯洁了，对吧？OK， 所以这就是把我们整个这个漫威第四阶段现在公布的电影就整个刷了一遍。但是在他这个发布会之后呢，还有一个彩蛋，这个彩蛋呢，就是他把我们最近比较热点的这个黑人演员呢，叫 Mahershala Ali。请回来这个演员呢，就是其实是最近经常看到，而且我们讲这个绿皮书里面他其实也是主演嘛。请回来之后呢，然后就是说啊，他自己回来也戴着一个棒球帽回来，他把帽子戴上的时候上面印着是 Blade， 是刀锋战士的这个电影名。后来呢经过一些采访和消息透露呢，就是说漫威呢因为他把这个 Blade 这个电影的版权呢也已经拿回来了，所以说他准备应该算是重启这个电影系列和人物吧。而且他之所以能够上台，估计就是说这个人物呢会被加到现在的漫威电影世界里面。那么对这个东西他到底是不是一个谣传，老张你是怎么看的？这个东西都上台了还能是谣传吗？就是说他一定是会被加入到漫威电影世界里面去的吗？我现在还是有一种认知上的就是不舒服，因为我觉得这个吸血鬼这个东西跟漫威现在这个电影世界还是有点格格不入的。不是你是对漫威完全不了解还是怎么着吗？这个 Blade 一直就是漫威宇宙的，他一直是跟像什么美国队长啊之类的人有在漫画里面有接触的吗？对啊，他跟蜘蛛侠 Punisher 什么的一直有交往的。啊，是这样。那你我确实是不怎么看美漫的，我相信我们的听众很多人对这个东西也没有像老张你这么熟悉的嘛。我觉得大家都挺接受的吧，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那么不接受这个东西。他之前的这个电影出来的话其实也是打着漫威 logo 的嘛。他是漫威漫画没问题，但是我觉得他即使是漫威漫画也有很多就是不同的系列的吧。我就像在漫威漫画里面像什么
就是神奇四侠呀，或者是跟钢铁侠他们在纽约是经常会出现一些来来回回的事情的。嗯，那么在我们以前看过电影里面，他是完全没有任何接触和交轨的，就是感觉好像是大家做自己的故事，做起来就算了，并不承认就是在美国纽约有那么一个小舞台，大家都跑上来相互之间做点什么事情。而且像什么神奇四侠啊，跟 X 战警啊，也都经常发生一点什么事情，就是漫画里面经常出现的东西。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其他的就是跟科学和跟就是这些超级英雄有关系的东西里面，包括关于吸血鬼的内容嘛。所以说对于我来说还算是有点小惊讶的。嗯，吸血鬼的话它可以一直隐藏着，然后其实可能以前的吸血鬼就人数比较少，我们的接触的比较少，但是现在就是科技发达了，然后有就是科技做出来的这种吸血鬼了，就像我们经常看这种僵尸片都是科技做出来的僵尸了。嗯，所以这种都是完全有可能的嘛。嗯，而且还有平行宇宙呢，不是吗？啊，对对对对，平行宇宙可以解决任何事情。另外一个就是比较让人觉得有担心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一二三刀锋战士呢，我们都看了，不应该说是都看了，竟然有很多朋友都看了，而且挺喜欢的。因为对于就是吸血鬼板块的电影里面来说呢，它也算是一个比较出色的动作片吧。那么这一二三动作片呢，其实都是 R rated。就是因为里面都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血呀，就是身体各种就是就十八加嘛，对，就是非常血腥的东西嘛。那么把它加到漫威电影世界里面来呢，因为漫威电影世界一直都是 PG-13， 那么是不是会给这个吸血鬼这个概念和 Blade 的这个人物本身产生一些冲击，因为要把它变洗白变干净。嗯，我觉得没有什么很大障碍，因为就是你在动画片里面也能看到有吸血鬼啊什么的，但是就是完全是可以小孩可以看的嘛，就看还是看你怎么做呗。他会不会其实是没有自己的电影，而是以一个彩蛋的形式出现在奇异博士的那个电影里面呢？应该不会，因为那个电影不是说要很恐怖吗？应该不会。嗯，不会吗？嗯，他这个 Blade 的话已经被确定了，只不过不是在那个第四阶段而已啊。这个发布会呢就还没有提及其他我们已经知道就是正在制作的东西啊，什么黑豹啊。他有提起就是会做 Mutant， 他没有直接说 X-Men， 他说会有做会做 Mutant 和那个 Fantastic Four。 所以就是下一部 X-Men 是不是就叫 The Mutant 也很难说了。但这些都是应该是在第五阶段的了，就第四阶段的话好像很短，就这两年时间。这两年时间里面的话就五部电影五个电视剧，但是后面的话还是有很多东西。因为他现在就像马哈希拉利的话，他只不过刚刚定下这个演员，他什么操作都没有，所以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发布。没有特别多的内容计划给他。对，所以只能做一个彩蛋。对，你就等到什么什么就是迪士尼自己的发布会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新东西出来。总的来说看这些电影的话，你对第四阶段很期待吗？你觉得第四阶段会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就是这么一个阶段吗？会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第三阶段的这些热度啊什么的都传承下去吗？我觉得并没有。没有钢铁侠，没有美队，没有复联的这样一个第四阶段的话，其实是挺空虚的。我就是现在就是看这个单子的话，我觉得挺空虚的。嗯，唯一能够就是感觉好像是有点兴趣的，就是奇异博士的这个电影和雷神四的电影。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人物本身已经很感兴趣了。那么像黑寡妇啊，像什么上汽啊，就别提上汽了，永恒族啊这些片子，就是基本上就是大家都是看，就是听说的时候都是出来的话我就看一下，不出来的话没有什么可期待的，应该就是这样。现场也是怎么说呢，被炒作的很热闹，所以我觉得他们对这个现场本身那个场控也是做得非常好，慢慢变得越来越成熟，就是跟发布 iPhone 那个感觉差不多了。OK， 那漫威的第四阶段呢就先说到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的电影呢也在这个就是圣地亚哥的动漫节上出现。首先是这个 Top Gun 啊，冲上云霄，这个片子发布了预告片，汤姆·克鲁斯，我们汤哥又回来了，而且他在片子里面，我估计，你是数码做了怎么样？看起来还是蛮年轻的嘛。这片子里面呢，还有一些其他比较强的演员，像什么 Jennifer Connelly 啊，就是还有 Ed Harris 啊，这都是属于作为副线和绿叶来说非常强的选择。但是这个预告片里面好像并没有 Val Kilmer 出现。有啊。有吗？我没看到。有啊，有一个镜头，而且能把它弄得挺瘦的感觉，因为这几年他好像是胖了很多嘛。胖得非常厉害，对。所以也不知道他是真正减肥呢，还是帮他 CG 给弄瘦了。人家都可以在这个 Nick Fury 脸上减掉40年了，给他身上去几斤肉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吧？这个片子的预告片看完之后呢，我觉得，
里面并没有什么特别新的内容，但是从炒作情怀的角度上来说呢，这个预告片其实还是做得非常好的。如果当初你要是喜欢了当年的这个 Top Gun 这个电影，觉得那个片子给你的青春留下一些痕迹和冲击的话，那么今天你应该是五十多岁快六十了，那么你会很有这个感受啊，觉得看着这个就是预告片的时候有点就是心潮澎湃的。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呢，他们到底能感受多少，我真的是说不太上来。嗯，另外一个预告片发布呢，就是《小丑回魂》，这是我们节目里面讨论过第一集的，是 Stephen King 的吓人电影。那么他这是第二部，讲述的是第一部的六个小孩长大了之后，这个小丑又重新从地狱里面回来，来袭击和攻击他们的故事。这个导演呢，也是第一集《小丑回魂》的导演，成人版的这六位角色啊，感觉好像有很多比较大牌的演员，包括像什么 James McAvoy 啊，这都是我们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的，还有劳模姐，所以这个片子阵容是非常非常的强。你有没有这感觉？这不就是黑凤凰的阵容开始打那个小丑吗？嗯 ，OK， 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片子就是 Terminator 出现了，也在跑出来接受了很多采访，但这个片子呢，我们已经聊过了，所以说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说了。上周刚刚说过，还有另外一部片子呢是 Twenty One Bridges， 就是二十一个桥。这个片子就有点意思，他的导演呢是 Brian Kirk， 他基本上就是拍了几集电视剧，然后就拍这个片子了。但这个片子的阵容非常强，这个片子的阵容呢是黑豹，还有 J.K. Simmons。这个片子呢感觉好像就是一个比较中庸的警匪片嘛，就是一个警察，然后去追杀，就是去追两个银行抢匪，但是银行抢匪在夺路而出的时候杀了八名警察，打坏了很多警车。所以说呢，就是警察系统比较怒了，把二十一座桥全部都封锁了。然后这位这黑豹警察呢，跑出来去追杀这两位凶犯的故事，感觉好像是非常非常弱的这个故事情节，但是阵容很强，而且特别在预告片里面提及，就是这个片子的制片呢是 Russo Brothers。OK，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也聊了挺久了。那么到这里呢，还是老规矩，希望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就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在你的朋友圈、你的微信群，多告诉一些喜欢电影的朋友们，让他们来一起加入我们，一起来讨论电影。那我们所有的节目都可以在喜马拉雅、荔枝 FM、 苹果 iTunes Podcast、 网易云音乐、 Spotify 以及 Stitcher 上面可以搜索得到，只要搜索大话说电影 Movies and Chats。 那么我们的公众号也是每周跟着我们的电影节目一起更新，加入我们的公众号，在里面可以找到我们的二维码，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讨论群中，对于电影或者节目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跟我们留言或者 email 我们的电子邮箱 moviesandchats@gmail.com。嗯，还是再次感谢大家对我们第98期节目的收听和支持啊！我是主播包子，我是老张，我们下周再见，下周再见。